什么？黑森长四个嘴巴的原因，竟然是为了吃蛋仔？难道你们还没发现被他吃掉的蛋仔是谁吗？当心被我吃掉哦！这东西能吃吗？味道，有点怪。黑森麦克说了三句话，第一句话是当心被我吃掉，第二句话说的是这东西能吃吗？嗯。最后一句话特别诡异，说味道有点怪。伙伴们，那个被黑森给吃掉说味道有点怪的蛋仔被我找到了，他真的被黑森给吃了呀。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黑森的前面有三个嘴巴，底下一个大嘴巴，在他头上的触角上有两个小嘴巴。他的前面一共被安装了三个嘴巴。Yes! 很多人觉得黑森只有三个嘴巴。伙伴们，错错错。其实黑森的脑袋后面还有一个嘴巴呢。他一共有四个嘴巴，后面一个，前面三个。他一共有四个嘴巴。哦。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正常蛋仔都是一个嘴巴。如果你也是一个嘴巴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我看看你们是一个嘴巴吧。哦。而黑森被安装三个嘴巴的原因就是为了吃蛋仔。他吃掉的蛋仔就是。小伙伴们，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吗？黑森每一次出现在他嘴巴里显示的这个蛋仔都是一个黑色的蛋仔，并且有两个发光的眼睛。伙伴们快看呀，我是一个黑蛋呀。我发现我打开背包，无论我怎么换皮肤，我都会暴露我里面的原始黑颜色的蛋仔。快看呀，对吧，我的脸暴露了，我是一个黑蛋。所以啊，黑森里面的人肯定也是一个黑蛋呀。我在游戏中找了一天一夜，我发现果然有一个黑蛋，就是海棠偷偷。你们看，海棠偷偷就是一身黑衣服，并且他的眼睛也是发光的两个眼睛。所以伙伴们，那个被黑森麦克给吃掉的但就是海棠偷偷，所以啊，黑森里面才黑乎乎的。Oh my god!